哎呦，袂歹呢！大满弓啊！啊，怎么有震惊的？实弹场地，它为什么是稻田？好难懂哦。我们的 ABR， 哈哈 ，shit， no， 抽出我们的 ABU 铝杆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钓沙梭，不知道有没有鱼啊？哦，试试看。OK，Let's go。起飞了呢，这些自己绑的呢，怎么办？绑那么多钩啊，疯了是不是？超多钩的呢，小不拉几的小沙梭了，有啦，杆子太小了吧。那是这啦，花生，哎呦，袂歹呢，哎呦，真的有啦，水啦。安尼就对了啦！哎呦呀！沙梭，沙梭，可以呀、啊！尺寸就可以的啦，被我猜到。哦，这钩子太多门了啦，换掉了这个。哎呀，哪有沙梭嘞？不是沙梭呢？怎么都变这个？要脱钩了。哦，水了，沙梭啦，安尼就对啦，安尼就对啦，哎，有一只小沙梭，呼呼呼。真的被我猜到了，可恶啊！这个金刚钉真的很讨厌，又刺人呢、啊。刺到了，虽然说没有什么危险，可是会痒痒痒痒的。哎，沙梭，金刚钉比沙梭多。
有点小了，沙梭了，沙梭的老巢，终于找到了沙梭的老巢。二沙梭不错哦，不错啦，不错啦，赞啦，有一只沙梭了，有沙梭啦，不要闲了啦，有沙梭就很好了啦，两只都是啊，昏起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两只沙梭，不错不错啦，不错、哦。呜、哦，老色老色，老色老色，还是有老色，哇，老色啦，呜、哦。还是有老梭啦，爽爽爽！哇、哦，爽爽爽！就是新丁，哦哦哦哦，有有有有有有，沙梭，有沙梭就是100分。哎、欸，那头头远真的没啥屁用哎哦。小沙梭，哦，哎呦，晚上有沙梭吃了啦，呼呼呼，呼呼呼。妈的，三种都有。妈的，怎么钓都会有新阿丁，气死了！啊，我的拇指刚才被。哦，咸鸭丁的刺进去了，痛哎、欸！哎呦，什么啊，这么凶？好呀，要脱钩了嘞！哎、欸，这很凶呢，脱钩了，真感慨，又是这个，气死我了！老已经认知老啊，沙梭啦，舒服啦。
量刑，量刑。舒服的量刑。够了啊，雨讯变少，然后我们手又被刺到，应该还是肿的，整个肿起来，所以我们就先回家了，撤退。今天这个冲击哦不好啦，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行啊钉哦实在是太多了，哦，掉一些沙梭回去有东西可以吃 ，OK。是休闲娱乐啦 ，OK。今天的很可惜哦，真的是杂鱼太多了，尤其是新阿丁，快要比几乎数量比沙梭还要多。然后今天解钩的时候还被刺到，这手都肿起来了。所以哦，钓到新阿丁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，OK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要回家了 ，OK。拜拜。Oh, man.